闽南语连续剧《醉心恋》。衫裳拢互我来煮啦，啊衫嘛互我来洗，安尼我才袂互水伤凉。阿母，你食早起啊？哦，阿弥陀佛哦，莫去念落去啊啦，水伤伫咧困哦，莫去遐吵醒神，互伊去困啦。伫咧房间睏是会去倒位啦？哦，好佳哉，啊，倒拢伫咧遮啦，安尼就不要紧啦。水仙哦，自细汉就安尼啊啦，伊若出去外口，互人甲欺负，互人甲笑，讲伊是摆脚的时，倒转来厝内面哦，哭嘛袂哭，嘛袂讲话，啊嘛袂生气，就干那抹刀啊出睏。你无看一挂刀安尼，拢害我个安尼来捡捡。伊的脚吼，我若卖甲生做安尼，甲别人无共款就好啊啦。伊是出世要来讨债，注定我这世人是欠伊的啦。阿母讲，伊欠最生一世人，啊我呢？我一定是顶世人就欠水仙，这世人才会甲伊做阿拉伯来害，一定是安尼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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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再追星，拜卡走袂去，卖介强调，较平安。要帮你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虽然你假啦，我吼，我是要跟你计较啦。你无要跟恁爸计较，恁爸要跟你计较，我要帮你煞。你哦，你有够少年的，用他拍，有代志好，计是黑掉啦。敢吼，大家都面对面来输赢啦。你敢跟恁爸抢？你当作恁爸无行，计是就惊你哦。来呀！恰卡穿啊，做一档啊！啊，一个头壳我疼啊，是直叫啦。爸，你无代无志，头壳咧疼哪？我嘛是叫迄个蔡英山叫着。你毋是讲你生理眼看人真准，害我嘛对你无面子，开钱搁去互人笑。我嘛是替你咧找对象者安尼，袂歹势，搁咧甲我偷说。头疼哦，食济啦。我啊，你伫当时来做医生开药啊？患病若久哦，就会做医生，你是毋捌听过啊？我甲你讲啦，即摆食一粒，中昼搁食一粒，按时搁食一粒，我甲你保证，你一定会好。永安吼，我要请乡长吃饭啦，顺便甲迄个最先吼蔡永山调走啦，啊调一个较好医生来啦。拜托咧，卫生室也毋是乡长咧管的啊。啊，毋是乡长咧管的，伊嘛得爱关心一下，啊无乡长是咧做假的哦。来来来。规矩吼，我咧找恰卡穿的较紧啦。蔡英山爱怪哦，就爱怪你家己，谁叫你做医生，做了这样子性格。哎呦！对，我较紧，较紧。我较细腻，我较细腻吼。哎呦！你看啦，迄规个面哦，肿到那猪头的，水性也有够凶的，刚拍啊严重。妹哦，啊，阮水性诶，伊有受伤无？你都跟我拍，我都好拍，应该是无要紧啦。你实在有够戆的呢！啊，人甲你拍，你就点点红炮，啊，啥物拍倒转来？对哦。留下你手还无钱，我跟你讲。你哦，实在是有够高义啦。是讲哦，袂阁讲倒转来，然后就是介意你一点。吃较轻啦，啊，吃较疼。阿姐，吃较无要紧，这边较重要。仙姑，你来啊！仙姑，哇！哎呦！对，仙姑，你啊，你哪会甲拍到安尼啊？我。
我甲你讲一个好消息啦，是迄个蔡英山的代志哦。蔡英山，嗯，迄种无负责任的医生，有什么代志？阮爸爸哦，要去找乡长啦，要想办法了，紧甲伊调走。真实的？对啊，我相信凭阮爸爸的关系，你甲伊调走，一定是无问题。卡叔，若真正会当甲调走，安尼嘛真好。但不过，这嘛无一定是好消息。安怎讲？无定着，迄个蔡英山，伊根本就无想要伫咱这个庄脚所在好，伊就吊工啉酒醉，我大家拢讨厌伊。所以，恁爸爸安尼做吼，一定都搁较欢喜哦。哈，安尼阮爸爸毋是互伊骗去啊？万岁！恁爸爸嘛足诚实的，伊头一遍看到蔡英山的相片甲资料，哦，伊就急要叫恁两个赶紧见面。赶紧实在，想袂到，才见一摆面尔，伊都要甲伊赶走。我甲你讲吼，你是唔通像恁爸爸这样尔现实，啊无吼，你就真正嫁袂出去啊。嗯，我才袂咧，是恁大家拢讨厌伊，我顶多感觉伊足性格，啊足有个性诶，我就是介伊这款。嗯，三八，介伊款人。你真卑鄙呢！哪会咪在遮听阮讲话啊？是你家己讲话话到遐尼大声，我毋才听到。也毋过真感谢你，你介意我。也毋过我讨厌的型，都是像你这款重色轻人、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。无代无事，走来遮是要创啥物？啊，好食无？啊，莫插味啦！医生到来。有啊，你今日出张事，毋知爱创啥，我才变大插味。来，给你。蔡医师，你好。今仔日不是轮到你来看诊的日子，请问你有啥物代志？普通车这间房间。是不是拢在做仓库，拢无人在大声？是啊。那是呢，我敢明天暂时住伫遮，安尼我就唔免阁租厝。你要住伫遮？敢明？这是公家的财产，我无赞成。要唔过，我嘛无权利反对。安尼上好。话题讲唔免偌久，我就去人赶走。应该袂增加你的麻烦才对，感谢。三杯庄的风景真水，我真喜欢。也毋过我甲这个人无缘分，既然也是无缘分，我嘛无需要留伫遮。你若是为着尽着做医生的责任，我相信三杯庄每一个人拢会欢迎你，无人会赶你走。你要看什么人，搁敢惹你？哎呀，醉仙啊！啊，皮肤唔着紧切切的，啊，搁踮仔咧照镜，爱膏药啊无？我来打电话叫手机仔紧转来哈。免啦，家己无说你去弄着，咧抹什么药啊？我阿姐，好，哇，你都唔知影，迄个囡仔不用哦，我饲个涂脚真啊，爱袂叫好咧。哇，
你唔知啊？我家己嘛唔知讲我遐个相拍咧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你这个囡仔实在是吼，啊唔是母羊啊害你无头路，啊你是人怕创啥啦？我知啦。迄毋是干那母羊看我无起安尼啦，迄吼规个工厂啊主管拢嘛看我无起，勿要紧啦，我吼、喔。一个甲修理到金死死啦！你即摆搁咧讲啥啦？哈，要搁去找人哟？啊，你是超工要互我烦恼的？母啊，你免烦恼的啦。嘿哦，我做代志会有沾沾的，你嘛看我粗鲁呢？做代志我哪会想头壳呢？你这粒头壳吼，这脑筋啊，都爱用去吼，看想要做啥物生意无？安尼乌白想，家己做头家吼，较快活啦，哈。做生意嘛爱本钱，啊，咱还阁有吼教我地产，啊，你也唔予我做，啊，放伫遐趴远发臭，啊，你有啥路用啦？回去吼，甲爸爸，互你去运用啦。母，我歹做了，不要紧。母啊，你当初是为着要替我揣手金的时，已经袂教我地安尼，即摆剩这块做干仔吼，我要顾着。以后若要创啥，我家己会拍算，你免烦恼。你哦，干那出迄支嘴会晓讲尔啦。啊，我安尼开遮侪钱，互你娶一个某，哎呀，到这个时阵哦，也袂晓生一个孙，互我抱啦，还阁叫我免烦恼。母，你想要独生，啊，你唔惊囡仔走？安尼简单嘛，我连咪着叫手机妈哦，生一担互你去抱。真实啦，有影吼，安尼好，安尼好啊。讲着抱孙，你也欢喜个安尼。那是当然的啊！来来来，快，一路前去吼。听听的心无予你。